现在时间是早上的啊，我的手表又不太听话，我手表又戴反了。现在是早上的8:48，今天柠檬清洁啊来我们家帮我们做打扫。你是神秘客吗？然后跟大家讲，我为什么会知道柠檬清洁？因为彼得爸有一次我看彼得爸影片，就觉得哇，有人帮我们打扫家里很棒这样子，然后。今天特别有两个年轻的小朋友，我可以叫你们小朋友吗？年可以纪应可该以可以可以有可点，以，我们应该差有20岁了吧？差不多。对，我快40了，你们应该都二十左右。好，那可以帮我们讲今天预计要做哪些部分吗？这预计因为有看你的订单，那我们就是厨房跟两间厕所部分，然后跟你工作区，还有我们全区的地板。你觉得我们最大的问题是我的工作区？对。我工具其实上面很多公仔啦，什么东西啦，然后摄影的东西又比较乱一点。其实我都很不想要打开它，为什么？因为觉得打开心里就会有一些压力。没关系，没关系，我们柠檬清洁来的。哦，好，好，那你可以先带看我们区域吗？好，我的就在这里。这边你会预计怎么？你的想象这边要怎么整理？这边还是会依照你平常我的开习个惯。好，我平常的习惯就叫做习惯不好。这边会还是会做一点小小的收纳的感觉，然收后纳，对我真的不想打开我的抽屉耶，我看一下，哎，还好还好，哎，也还好，哎，其实我们还好啦，还好电线你也收得很好啊。就是其实我们没，就是都还算有保持清洁的习惯啊，我只是怕你发现啊，原来我的抽屉里面都没钱，就这样，好，就这样，大家应该没看我的抽屉就是这样。好，那这边你打算，这边的话，我打算可能先从你的公仔开始吧。哦，就对是先对，把公仔擦一擦啊，对，什然后么，整理一下这样子。好好好，OK，然后。然后厨房，厨房，好对，好，厨厨房房，区域。厨房有准备一个梯子。厨房你有什么？通常你们会比较注意哪边啊？我们第一个先一定会注意在你的使用的区域，比如说抽油烟机这边，抽油烟机，对，抽油烟对。机，然后平面跟琉璃台，然后再是我们这边呢，其实我们都会去做擦拭的动作，哦，就是比对，较我们平常比较没有不会注意到的地方。擦到的地方。然后这个梯子的准备是为了我们的高处，哦，高处跟这边的表面这样子，有，我有感觉啊。其实我们上面还是有点黄黄的，就是油烟没有吸掉的，好像厨房上面都会这样子。对，没有说其实是厨房的通气，然后再第二个是你的冰箱嘛，冰箱，你的冰箱的部分，好，你要整理你的冰箱嘛。好，这个之后我会拍在主频道跟大家讲。我们家的冰箱很恐怖，我都不敢碰。你知道，如果我碰女生的冰箱。不能讲女生的冰箱会被骂，可是我们家的冰箱大部分都是我老婆在管，我都不敢去整理，你知道吗？整理就说你们怎么把我东西丢掉，所以就这样，今天就交给你们了。好，那所以是我们丢没有关系吗？就把它放在这里，告诉他们讲说我准备要丢了。好好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好，然后再是卫浴。卫浴，好，我们家卫浴，大家应该也很少看到我们家的厕所，其实我们家算是。我们家是不是真的说没有说很乱，还是每个顾客都觉得自己家里不乱？其实真的没有很烂，真的吗？你要真说的实真的话，真的，算是是不是算算？是平常有在保养。谢谢，可以。我们花很多时间在整理之前，真其的。实我们现在比较注重就是小细节的地方啦，比如对，说平常我们可能只会刷刷表面，可对，是我们会柠檬精油注意在后侧后的所有侧的灰尘，然后像啊，细缝啊这边所有的哦。垢。哦，所以好，其实我们都是做得蛮仔细的，好，然后这边也会基本的帮你排一下，跟小收纳这样而已。好，好，好，OK。那还有哪些？就今天就是在这些部对，分今嘛。天是以这个区域为主。好，好，OK，OK，好，开始喽。开始，好。那现在时间是早上的
快要九点，他们会打扫四个小时，我们再看看之后打扫完会大概是怎么样子。现在的时间是10:30了，现在蔡琳起来了，她在吃半熟面包。那我们看一下目前的进度，哇，她把我整个窗户都拆下来了，就是窗户都也清得很仔细，非常仔细。哦，哇，对，窗户拆掉了。我真的没有想到。他们大概9点开始清，然后现在清了一个半小时，都还在整理厕所。哦，只能说，就是整个来讲，就是清得很仔细啊，柜子里面啊，我相信，我看一下。哇，也帮我们排整齐了。大家看到没有？哇！非常的整齐，哦，然后很细部的部分呢、也都清得很干净。我们看一下，又在帮我们清冰箱，他再把它重新再放进去。那我们等一下看看，最后可能在12:30左右会整理好啦。再跟大家做一下今天他们清理的一些总结。现在的时间是1点，哦，还没1点，12:43。有人在吃便当。今天吃的是加菜啊。今天加菜。今天吃菜。然后帮我们整理好了，辛苦你们了。不会不会不会。你的给洗头也很多啊，你的摸才多耶，我才要借你的摸才多，你说我的摸多，你才摸多嘞。好，你想要那件围裙？哎，请问围裙，你可以问他有没有在卖啊？我以为你叫我去那边打工。哦，不好意思。好，好，那我们今天好。什么部分啊？就是基本的干湿分离，然后还有无菌的打量，哇！然后跟窗户，然后刚刚瑶瑶她有把这个拆下来，哦，有拆下来，对，她有拆下来，然后帮你做刷洗的动作，这样子给大家看一下。整个拆下来洗了，对，整个拆下来洗了吧？对，她连这个上面都有拆下来洗，对，哦，这么干，对，然后窗户也有拆下来洗，还有大家可以看到水龙头变得亮晶晶啊，亮晶晶。好，然后刚刚房间我就是基本的擦门，哦，没有擦，门的门有擦，然后再来是该用酒精这边我帮你做消毒的动作，啊，谢谢。地板，啊，地板，我们地板也会帮你把腿有冲，就是东西都帮你移出来过。哦，好，谢谢。然后这边都有帮你做擦拭的动作。OK。再是。房间也是台面上有基本的整理，因为我怕我知道，对对对，对他来说是宝物，对我们来说是粪扫的东西，不用哦。好，然后这边也帮你做擦拭的动作，好，谢谢。然后这边也是基本的整理，然后这边只是帮你折一下衣服而已 ，OK， 好，谢谢。然后门都一样，都有做消毒的动作，太高级，太高级了，还有消毒的，连门缝都有擦，都不知道那个门缝要擦，想说应该不用。另外一间房间也帮你做收纳跟整理，然后衣服都帮你整好，都放在这边。好，谢谢。就是天哪，房间最干净的一天了。然后还有台面，台面的整理，然后这又在地上，我不好意思，都先放在桌上。好，没关系，没关系，谢谢。然后再是这边是工具的柜内。然后有有有。柜内他都有帮你做。模型的擦拭啊，对，很多东西都有帮你移开来这样子。好，谢谢。对，然后冰箱它有些帮你放在上面，放在上面。然后台面这边我们东西都把它移开来做擦。好，谢谢。然后冰箱的上面跟内部还有外观，有这个我们有拍另外一支影片，之后跟各位分享。好，然后再来就是抽油烟机。
对。对。啊。这边会帮你做刷洗的动作，然后这边也是基本帮你打掉。好，谢谢。表面、层面这样子，然后上方都有帮你做擦洗。它是连上面有油烟的地方都有擦干净。我帮你擦过哪？那边很油，非常油，因为我有摸过。真的、哦？对。然后最后就是这边，我们吴师会帮你做刷洗的动作。好，谢谢。嗯。好了。你有没有看到你那小鲜肉怎么弄？你赶快写起来。你今天晚上煮完饭，快点了，然后这样会不会？上面要跟妹妹擦拭。你赶快弄干净，赶快快学着点。那可以指定人选吗？我没有这个服务、啊。那个要30岁以下什么？你会被骂，我跟你讲。不是啊，我要肌肉。上有一个框框可以备注。要肌肉，要 muscle。上框框可以备注，然后我们就会写啊，未婚20岁单身，然后。好啦，我们柠檬清洁的相关资讯会放在底下啦，那今天就到这边咯，拜拜。